驾驾驾，出发了，我的公主，驾驾驾！太阳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我要去找传说中很漂亮的 Tina 公主啊！ Tina 公主，我也叫 Tina， 我可以当公主吗？不是你啦，我说的是比你漂亮的那一个。我要出发了，拜拜！太阳哥哥，人家要上马。第一套是哥哥，哥哥，哥哥还是哥哥？哥哥。格格是什么意思？太阳格格不是，是以前的公主啊。很久很久以前的公主，哪里的公主？皇帝。皇帝时代的公主。一二三，噼里啪啦蹦。蹦一秒，我没变格格。没有。有吧？又不是格格帽哦。是吧？好啊，我们来比对一下啊！我的明明就是格格，你的格格装也太……啊，什么？你的有花？那还有坠子？我们比对一下，比对一下啊！大家评评理，你们觉得谁比较像格格？觉得我比较像的请拍手。觉得 Tina 比较像的请拍手。好吧，你好像赢了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几岁？五岁。那你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？跳排舞。很好，拍拍手。那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 Tina 哥哥。哥哥，请往前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笑嘻嘻。好，要大声的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。再说一次。拨拨你的头发，再拨另外一边，很好，请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往回走。笑嘻嘻，很好，啊，很棒，转个圈，再继续往这里走，继续踢，很好，再来。再来踢踢踢踢踢到中间，踢踢踢，到中间停，转一圈，手手叉腰，继续踢踢踢，再转一圈，好，继续弯弯的走，裙子撩一下哦，裙子撩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很好，继续往前走，裙子放下来，转一圈，再转，转另外一圈。手手变翅膀，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往前走，慢慢走。好，公主停，停下来，蹲蹲的蹲下来。后面的姐姐有没有涂到？后面的姐姐。嗨，哥哥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刚吃东西噎到了。为什么只见你？难道你就是传说中那个少了一根高跟鞋的、少了一只高跟鞋的 Tina 公主吗？需要我帮你穿上吗？不要，来来来，快点穿上你的高跟鞋。哎呀，原来就是你！你是哪一国的公主？哦，是比利时的 Tina 公主 ，OK。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子的走秀？走直的、横的，还是斜的，还是弯的？弯的 ，OK。好的，宝贝大明星成功。拥有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